这是一道口感非常好的豆腐包。豆腐切厚片，锅中放宽油，炸至两面金黄，捞出老姜拍末、肉末、小葱头末、老姜末、胡椒粉、生抽、蚝油、花椒粉、水淀粉，盐，小葱，上锅蒸10分钟，锅中少量油、姜末、蒜末、辣椒酱、生抽、清水、鸡精、白糖、大葱段、蜂蜜、青红辣椒圈、水淀粉、烧开起锅，完成。谢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